头要显得宽扁，横要细要短一点。对这个横画要向右伸出去一点，拖住这个竖着笔画。横这个横画是长横，要稍微细，两头可以略粗一点。两点，这个点是向右下方归斜，这个点斜的相对要多一点，向左下方斜的，就是上宽下窄。两个口，这个口要小，这个口要大，横画虽多，要间距相等，多而不乱。这个横画要长，中间细，两头粗，竖画相对要粗一点。